站，好的。这是另外一个高架桥。妈呀！姐。碰瓷儿了，我靠！妈，我的妈！我靠，还好反应快。操你妈！还他要碰瓷儿了吗？这是东西农业板块的操作机会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不如选权威指数，嘉实火线三百指数基金，三百两系，三百只大中盘蓝筹股票，让你省时省力还省劲。嘉实火线三百指数基金，投资投资大不同，中盘工行各券商及嘉实。怎么样？